Hello, 大金 here， 我是大金。今天我想要来分享一下 Hell World 幻兽帕鲁的一些入门的资讯。在一开始玩幻兽帕鲁的时候呢，可能一刚开始会觉得这个讯息量暴增的感觉，很多的目录，有很多的清单，有很多的内容需要你去了解。那在这里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初步的活动，那希望能帮助你不会觉得好像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会比较容易上手。那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当然就是角色的制定，那这里你可以选择性别、头发、眼睛、肤色、体型之类的选项。那在这边呢，它有特别的提醒，就是一旦呢角色创建了之后是没有办法再改变，但是目前来讲呢，角色是永久的，所以说呢，像想要就是先跳进来游戏里面看一看，所以要小心，因为这个世界里面呢就只会让你创造这个角色一次，所以说呢稍微花一点时间在角色的制定。那接下来呢，当你在这个岛上醒来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的界面跳出来，很多的视窗要你去阅读，所以说呢最主要最先做的第一步呢，就是像所有的生存游戏一样，先收集材料，在附近呢可以徒手的收集一些附近的木材还有石头，然后呢第一个要建的就是你的工作台。那这里呢所有的工作台呢都是可以摧毁，然后呢原料会全数的还给你，所以先不需要考虑要在哪里设这个工作台，先把工作台设起来，然后先做的工具呢就是你的十字镐还有石斧，那这样子的话呢砍树跟收集石头呢就会更快速。那在这里呢顺便提一下，这个按键 B 就是可以制造工作台还有制造其他台子的地方。那接下来的话呢，在你收集的所有的材料里面呢，就会收集到蓝色的帕鲁矿碎片。帕鲁矿碎片的话呢，就是你接下来需要做终端的重要材料。那终端的话会有一定的范围，所以最好呢终端是设在一个比较宽广的地方的正中间，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帕鲁就会在这个范围里面进行活动。那这里的地图呢不是随机生成，那所以说呢所有玩家的地图都是一样的，那然后呢你的初始台地呢也是一样的地图。那要注意的是呢，这个游戏的基本设置呢是不定期的会有可能会有入侵者入侵，所以这个也是你设置你的终端的一个考虑，也许呢设置终端在正好在悬崖的旁边的话，那会比较限制入侵的路径，比较好做防守。那接下来呢把终端建好之后呢，然后随着教学的要求呢也制造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说床或者是帕鲁球之后呢，那你就可以在附近开始做一些探索，捕捉附近的帕鲁，那然后呢开始升等。那捕捉帕鲁呢是升等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捕捉帕鲁的头十只会给你奖励的经验值，还有在你制作任何的工具或做任何的活动都会得到相关的经验值。当你捕捉了帕鲁，把帕鲁放在你的据点里面开始工作的时候，那他们工作得到的经验值你也会一起的得到。然后呢任务的方面呢总共有两个部分，除了教学的任务之外呢，在你的据点的终端也会提供给你终端升等的任务。那据点的等级越高，你可以拥有在据点工作的帕鲁数字也会升高，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你的角色升级就非常有帮助。那接下来就是探索的时候啦，继续升等，继续探索，找寻更好的帕鲁，制作配种农场，孵化帕鲁蛋，抵御盗贼的入侵，各种的玩法就是随心所欲。最后呢提供给你一些非常基本实用的帕鲁的资讯，希望这个对你们有所帮助。所以每一个帕鲁他们都有不同的能力，然后都有不同的被动技能跟主动技能，还有他们的工作适应性。那要注意的就是他们的被动技能，如果说有红色的负面的被动技能的话，有些时候他们的被动
动机呢会巨大的影响他们的能力，所以说呢要仔细看一下。那当然如果说一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只有几只帕鲁的话，你必须要用就是有红字的帕鲁，那没有关系。但是呢到后来如果你有很多帕鲁的时候，那就是可以慢慢的替换掉。像是比如说这一只导弹猫，那它的被动技能是胆小跟消极主义，那胆小的话就让它的攻击能力下降 10%，然后他的消极主义那又有攻击下降 20%， 所以说呢这一只导弹猫的话在被动技能里面，所以他的攻击力的话就是会非常的低。还有注意他们的伙伴的技能，那像有些技能呢是对你来说会非常有帮助，像气王王的伙伴技能的话呢就是与他并肩作战时打倒火属性的帕鲁，就能从该帕鲁身上获得更多掉落的道具。所以说呢有很多帕鲁他们会有不同的功能，然后可以帮助你不管是掉落更多的工具或者是有任何能力的加成。那还有呢就是在你队伍里的帕鲁可以呢拿出来使用，然后选择你的帕鲁，然后呢可以按一丢出来使用。如果说你在做任何的工作或者是你在打魔王的时候呢，你都可以使用一，然后把你要用的帕鲁召唤出来使用。如果你看你的帕鲁的生命值开始降低，与其让它死掉，那就是你可以再重新按一，是可以把帕鲁收回来的。它在死亡的时候呢，它的恢复的时间就会非常的长。但是如果说呢，它是生命值比较低的时候你就收回来的话，那它就会恢复，然后你还有机会可能可以再使用。那还有呢就是所有的帕鲁呢都是自动工作的，所以说呢不需要做任何的指令，他们就会去做他们可以做的一些工作。如果你想要某一个帕鲁帮你完成特定的工作的话，那你可以就是直接把他们拿起来，然后瞄准工作台丢在特定的工作台前，那他就会被指派到那一个工作台。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饲料箱，那尤其是呢你可以开始做冰箱的时候，那你会想要把所有的食材呢放到冰箱里面，因为所有的食物呢都是有失效的时间的。所以说呢那你的帕鲁呢常常会不小心的把你的食材呢存放到饲料箱里面，那你的帕鲁会从饲料箱的第一格开始使用。所以说呢常常其他的格子呢不然就是他们会放收集来的食材，或者是呢就是会慢慢的失效，到时候就会消失不见。所以说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想办法填满这些格子，留一个或两个让他们去吃。那一刚开始的话呢你可以用没有关系的食材，比如说你有很多的莓果，那你可以把莓果呢分开的放在饲料箱里面，然后呢堆满它，这样子的话呢那你的这个帕鲁会自动的把你的食材呢放到最近的冰箱里面。那然后呢之后如果说你有机会收集到蜂蜜或者是呢捕捉到棉花糖，那棉花糖它会生产棉花糖，所以说像棉花糖跟蜂蜜的话呢都是不过期的食材类的物品，所以可以放到饲料箱里面。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不但把这个空间占掉，所以你的帕鲁会自动把收集到的食物的材料放到冰箱里面，而且呢这些食材也不会失效。所以说就算你呢好一段时间忘记照顾他们，然后你第一格完全被吃光，那他们可以继续吃剩下来格子里面的棉花糖或者是蜂蜜。 And that's it。 那之后我会再跟大家分享我游玩幻兽帕鲁的心得还有小技巧。那如果还喜欢这期的话，请帮助我订阅按赞，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 Have a good one. Bye bye.